谂啊，咁嘈做咩啊？你系张二郎嘅妻子啊嘛，你系余大日嘅爹，你就系大正嘅妹啊嘛。你哋呢度每个镖师嘅家眷我都认得，我有办法噶啦。你哋去偏厅休息下，饮杯茶。阿志，跟我去议事厅，叫埋一切有关人等。嗯，大掌柜。二掌柜，佢哋有消息啊！大家可以放心，二掌柜已经放翻嗰班手足，只系得几个轻伤嘅啫，个个无大碍，你哋放心啦。有边个可以话俾我听，到底发生咗咩事？今次唐彪系由杭州运去上海，沿途经十八个山寨。基本上每一个山寨都打个招呼，疏通好晒，应该系唔会有问题。一般嘅小毛贼根本唔会敢打会有镖局嘅主意。如果真系打起上嚟嘅话，以我哋镖师嘅实力，对嗰班小毛贼都绰绰有余。会唔会系山东响马越境劫镖咧？冇可能，山东响马出名凶残不留活口。如果真系佢哋，阿忠一早冇命咯。出事附近一带嘅乡镇，呢排又有蝗虫，又有饥荒。仲有旱灾添，会唔会系嗰边啲村民受唔住饥饿，所以落草为寇啊？如果件事只系班乱民搞出嚟嘅，咁就只系小事一桩嘅。小事？如果呢件事搞得唔好，随时抄家灭族嘅，居然系小事？大掌柜系讲得啱啦，大家似乎都忘记咗我哋今次运嘅系咩货啦？系左宗棠大人嘅火药啊！如果系普通嘅乱民无策，抢钱劫粮捉女人都是正常，咁大批火药要嚟做咩？千祈唔好系长毛贼就好啦。爹，如果嗰批火药真系落咗喺长毛贼手上，俾佢哋调转头用嚟对付左宗棠大人嘅军队，咁岂不是？大家唔使太担心，呢个只系作最坏嘅打算啫。阿爹，咁我哋应该点办咧？阿志，你同火药红快马会合二掌柜。查清楚发生咗咩事，一切以和为贵，唔系必要事，唔好动刀动枪。知道。系。阿孝，你通知佢啱啱出镖嘅镖师，叫佢哋喺野猪林集合，我要集齐一百人，你负责殿后。知道。两位大爷，唔该你啦，唔该你唔好抌低我哋小姐啊！求下你啦，唔该你啦，大爷，我哋小姐有病噶，若果你唔送佢翻屋企嘅，佢真系挨唔过去噶。唔该你啦，大爷，求下你啦，大爷，求下你啊！个女人有落血病，会惹人噶，叫我哋送佢，咪即系要我哋陪葬。你揾个第二间镖局啊！唔会啊，我小姐虽然系有病，但佢唔会惹人噶。嗱，我冇事。你信我啦，你信我，千祈唔好抌低我。行开啦，之前唔讲清楚，呢趟俾我哋唔送噶，唔好啰嗦，夹埋你佢。冇啊，走啊，停手。佢咪会有镖局四掌柜？你哋系大有镖局噶，系嘛？系又点啊，四掌柜？你同呢位婆婆定嘅合约内容系啲乜嘢？系写住甲方托乙方，即系佢托我哋送佢哋翻去乡下，标人二十两。我唔系问你哋呢啲，所有镖局嘅合约都有一个模式，里边有八个字，系边八个字啊？系受人钱财，忠人之事。你哋而家钱财受咗人哋，但系你哋冇忠人之事。你哋咁缺德，点做表示？而家系你哋半途而废，理应要双倍赔翻啲镖银俾人哋。呢四十两银，我帮你出住先。呢位婆婆，我哋有要事，唔能够护送你走呢一条路，但我可以另外请一位镖师护送你去到目的地。多谢大爷，多谢大爷。咁多位行家，我呢度有四十两银，有冇人愿意护送呢位婆婆同埋嗰位小姐去佢哋嘅目的地？
我接。你？系。呢一带好多山贼噶，你够胆接呢支镖？你唔惊噶？我惊噶，不过我觉得你讲得啱，道义上系应该送佢哋翻去，更何况仲有成四十两人。呢位老人家，由佢护送你，你有冇意见？冇，冇。多谢晒啊！路上小心。大掌柜讲会有镖局四掌柜上至，会亲自去拜访佢。到时我会同佢收翻四十两银。仲有啊，你哋两个咁冇道义，唔好做镖师啦，快执包袱啦！擦，支镖旗俾翻你。Hello， 北美嘅朋友仔，快啲 follow 北美 TVB USA 官方频道啦 ！TVB 精彩节目片段每日更新，随时随地追贴节目同埋艺人嘅消息。